哥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都先退下吧，我和丞相有话要说。是。哥哥，为何深夜来访？ 近几日朝事繁多，刚刚得出空闲，来看看你身体如何。总是心悸，早知道就不应心软，早该杀了薛道安。听闻前几日皇后去了天牢，不知所为何事。 还不是为了国事，温宗慎乃是侍中，在朝中颇受尊崇。若有他的支持，太子登基，岂不是如虎添翼？只是为此，哥哥以为还能为何？没有最好。有些陈年旧事，劝皇后莫再放在心上。 如今的温宗慎早就视你我兄妹为乱臣贼子了，巴不得我们身首异处才痛快。你对他有情，他未必有意；你我筹谋这么久，莫在此失了分寸。我所想和哥哥不同。所谓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他是个念旧的人。 你这是一厢情愿，如虎添翼。你这是引狼入室，养虎为患。你扪心自问，果真是为了太子，还是为了当年你们那段见不得人的孽缘？丞相，你逾越了。 哎呦，皇后，息怒，忠言逆耳。既然皇后听不得，那臣不多言，这就告退。哥哥，是我心急了，我确实。 是为了子龙拉拢于他，绝无杂念。再给我些时日，我定让温宗慎归附。好，但愿那温宗慎能如皇后所言。